接下来这首歌曲，应该说接下来几首歌曲都跟台中息息相关了。没错，这个时候必须得说，只要龙龙手上有枪，谁说杀不死他？哦，没人听得懂这样，硬要讲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这首歌《立业尬脚给退完》，好不好？希望。哦，在座还是大学生的，所以你们骑车真的要小心了。哎，有高中生啊？哎，有吗？有高中生？有吧？有高中生？干，你们一定会偷喝酒，对不对？都喝冰火，干，笑死！没有没有，当兵，我知道你，我认识你，你好，好吧？那你们，我遇到他们都会奉劝各位啊，好好读书，好孝敬父母，然后玩这音色的。要掩蔽的就掩蔽，哦，要转系的就转系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读大学要考大学的，考不好没关系，那就不要算了，就不要考了，就不要考了。读大读书不适合你，对，掩蔽就掩蔽啊，怎么样？那什么关系？对啊，你不觉得很潮流吗？你不觉得很潮吗？好不好？在这个现在这个年代，没有延毕个一年半年的人出去会被人家笑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大家哈哈，你没有延毕，大家想一下未来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好思考一下啦。啊，那个要当兵四个月的，没有用暑假赶快去当一当了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哦，卖掉老会吸干了，真的啊。领先的心里面就没鬼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话，过来让我射两枪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才两点半而已。我们时间很多，哎，两首歌还有30分钟，我们这样很快就演完了。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啦，哪可能那么好过？你想要去女仆咖啡厅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那先换地方了啦。杀掉我别共这样，好啦，接下来这首歌《立业尬脚给听完》，好不好？我们最近这个是我们这礼拜的第二场嘛？对，我们先礼拜三去台北，去台北演嘛。我们遇到了非常多有趣的乐团。真的有一个叫 Seven Light 的嘛 ，Seven Light， 然后一个叫笨屁肥臀的嘛，对对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，敲到一下他们。对对对，那笨屁肥臀我觉得蛮屌的，他们从头到尾都一直租费而已，一句歌词也没有，就一直租费这样，从头费到，我觉得蛮屌的，而且他会一直脱裤子，然后脱裤子之外呢，你还可以打他屁股，打，对，这倒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这样。写歌写很快啊，那是走一个 vibe 路线的啊，跟现在很主流的东西很像啊。现在的那种 hip hop 不是都是走那种 vibe 路线的吗？那其实笨屁肥臀也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其实。他每次走 vibe 路线的、啊。他是 mumble maple。mumble maple 是不是？哦，原来如此，分得那么细就对了。我说真的啊，我真的蛮想下去的。那你俩袜子脱一脱可以下去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也是蛮怕感冒的。有啊，我们这种。二十几岁了，已经二十几岁了，要担心一下自己身体啊！都快二九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老师在前两天才刚满三十，满三十，对啊，大学也毕啊，也毕5年了，也毕25年吧，也毕5年了，也毕25年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这样子待在水里面不会冷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感觉你的皮开始皱起来了？你的皮，哦，不是说那里啦。跟刚刚差点我没说这样，好了，我们准备下一首歌了，好不好？你大脚给你玩，这靠腰。